迷妹抵制的局面中了。例如，有人直接在他们微博下面留言，希望他们早日分手。例如，关晓彤学校有人贴横幅抵制他们在一起。再比如，前几日竟然有一个鹿晗迷妹拉横幅表明要和鹿晗在一起。这些女生的种种行为都直接表达了在他们心中关晓彤是配不上鹿晗的，可是男同胞们不愿意了。关晓彤长得挺好看，身材更是非常好，而鹿晗从身高上来说就不是很高，所以男同胞很多都认为其实是鹿晗配不上关晓彤的。不过不管怎么样，鹿晗和关晓彤还是在一起了，而且还很甜的样子。那些认为关晓彤配不上鹿晗的人，看到关晓彤下面这张照片，应该就不会有那样的想法了吧。毕竟穿着一身牛仔装的关晓彤，这样看起来气场真的超级强大。关晓彤的身材无疑是极好的，看她这大长腿，还穿着高跟鞋，如果这个时候鹿晗站在她边上，说不定还没有她高呢。很多男性网友看了关晓彤的这些照片之后，都直呼鹿晗赚大了。